等一下啊。我现在已经把这个一个行李箱、两个行李箱、三个行李箱都弄好了，赶快你们把你背包背好，我们要准备出门了，快点，不要再玩了。啊！我的眼镜呢？什么眼镜？墨镜吗？是，有啊，我眼镜我都有帮你们放好啊。有没有啊？没有哎，这几节的。啊？那这一个呢？我都没有做过这里边。哎，我明明昨天有放啊。我在你家放，等到两个都找到了。你看我两个都放了。走了走了，快点。Here, right? Yeah. And Aham Lam Ran. Aham Lam Ran, huh? Aham Lam Ran. Where is it? Ah, Aham Lam Ran, huh? Titi Tala. What is Titi Tala? Titi Tala, huh? You say? Aham Lam Ran.跟去哪？哦，厉害耶！他问我在哪里吃午饭呢？哇！刚刚讲了老半天了，司机大哥一直讲 Kitty 啪啦 Kitty 啪啦，到底什么？我刚刚看了一下 Google， 有一间餐厅叫 Kitty 啪啦，啊 ，Kitty 啪啦 Restaurant 啊。Mantra Kitty。Mantra Kitty。Mantra Kitty， 哥 ，OK。OK 啊。不知道在讲什么啦，或者是我去那边再找简单的吃就好了，因为我今天要赶行程，午餐吃完之后呢，就要赶着两点要去 Elephant， 吃完饭 Go Elephant 哈，吃完饭 Go Elephant。从曼谷呢拉车大概快三个小时，来到北壁府的这个地方。然后呢，最主要的今天要带小朋友去跟大象玩。现在吃个饭，我在 Google 上面呢就随意的找了一间餐厅，上面的评价也有4.7颗星哎。可是我来到现场是没什么人呐，啊，没关系，现在就随便简单的吃个 local food 就可以了啊。但是点餐是个问题啊。好啊，这几道看起来都不错啊。我喜欢这个，那是炸鸡翅哎。OK OK， 好，各位，我现在来点餐呢，我们完全呢跨博英文跟泰文啊，这样才刺激啊。对啊，不是我要拍，我用拍的，你放在桌上，你放在桌上。嗯，看到没有？什么意思？好酷，这是什么东西？啪啪够啊！好酷哦！现在都用这种啊，然后你，那它会直接变成中文啊？太扯了吧！看你这么惊讶，一定没有看今天想什么，也没有看闹着玩。这是嘎泡姆吗？拉姆 ，My Alpe， 哈，好强哦，厉害 ，My Alpe， 昨天传给你的泰文派上用场。今天点的东西呢，直接现场炒起来了。旁边在这个炸这个鸡翅，然后另外一边呢，在这个打抛猪，哎，现场看他打抛猪，很传统的一个摊子，超酷的。能够在泰国吃到打抛猪肉是我的毕生梦想啊！而且是不要辣，因为我怕太辣了。哎，这里的打抛猪肉其实跟我们台湾吃到的差很多哎，它这个哦吃起来哦酸味比较多哎，因为没有辣了，只剩下酸了。它居然有用猪肝哎，打抛猪肉用猪肝啊，蛮酷的。哎，这个蛋酥看起来不错哎，哦，很香，超下饭的，咸香很好哎，炸得非常的酥，非常好吃，嗯，超下饭的，咸香很好，嗯，走开的，你们小心点，太滑稽了，帮我们三个女生拍一张，一二。一二三，
北壁府爽爽的过这一天。我现在抵达了这个我今天要入住北壁府的一间饭店。那这个饭店呢，我在网络上看的时候呢，其实会觉得看起来很像那种民宿的感觉，一小间一小间的，而且它不是高楼层的大饭店，是一二楼层的，有一点像是东南亚 villa 的 feel。 然后呢，柜台就是这样小小间，很可爱。然后呢，它这边呢还有一些公设，我们走过去看看。啊，这里很 chill 哎，很好哎。这一个餐厅造景呢，虽然说不是非常的高档，不是虽然很豪华奢侈，但是就是这样子很有惬意的 feel 哎，完全就是在河畔边。那整个桂河大桥边哦，其实有很多很多一些知名的餐厅。我本来要想说，晚上到什么一些餐厅上面来用餐呢、啊？但是我突然发现，这个饭店其实就有自己的餐厅了，而且有就是在这一个桂河大桥边，那也很浪漫啊。我就决定在这边用餐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如果要玩水的小朋友们，你看他们就玩起来了。好，那接下来去看一下房间长怎么样。因为我今天是家族旅游嘛，所以呢，我选的就是连通房，哈哈。进来看一下，我进来喽。哪里呀？我去外面看一看，走一走啊。我去看我们今天晚上要吃饭的地方啊。这房间我还以为很小了，那其实感觉上哎还蛮宽大的。搬家了，我搬到这里去。你搬家了？这边有一张小小的沙发床，那边也有。啊，那不然你搬家了，OK。然后它的整个那个房间的造景哦，很简单，那也不是走奢侈路线。你看后面就是桂河大桥的造景，这个是两小床的，然后这一间是一大床的。这里是哪里？那个就是最有名的一个观光景点，叫桂河大桥。好玩吗？等一下就看得到了，一个一个桥。有倒过吗？没有，他那时候盖这一座桥的时候呢，死掉很多人，很可怜。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日本人来占领啊，然后为了要开通这边的交通，所以呢就叫了好多工人哦，然后说做快一点，本来要花五六年的，结果一年多就完成了。所以呢，因为花了很快的时间呢、啊，大家都好累好累好累，很多工人都累死了。这样，桂河大桥的由来，好可怕。对，很可怕。开始录了、好了，我要来吃晚餐了。那它这个感觉好像比较是西餐厅式的，但是我硬是要点泰式传统的。真的，在台湾有时候吃泰式炒饭都觉得很好吃了，来吃当地的。那你这个新香料很多，很好，哦，它还有带甜味，真的，难怪好吃。然后粒粒分明，大家都喜欢在桂亚河的这个岸边吃饭，我们现在就是了。而且爸比，我以为河边吃饭要很贵，它价钱十块啊。对，它才十块而已啊。实惠不是十块啊。什么实惠？就是说很划算，不会很贵。可是它那个炒饭才两百块多，所以是很 OK 的，在这个环境。好吧，有多？那好不好吃 ？Thank you. It's good. OK. 我们留在饭店吃这个晚餐，也可以吃到传统料理。我觉得都值得，可以爽爽的在北壁府的一天。耶、yeah. ！耶，爽爽的，我也很爽爽的。来，奶奶，你回去用那个。北壁府爽爽的过一天。前面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去找了大象，帮大象洗澡，这边有照片可以看。
那现在我来到了这个是非常知名的一个长颈鹿的一个动物园。其实请我朋友帮我买好票了，可是我来到现场一团乱，我又不懂泰文，我真不晓得这边该怎么玩。刚好遇到一个旅行社的，你好，这边大概是怎么玩啊？这边的话，等一下呢，我们要坐这个游园车，然后它会绕到里面，然后你们要买红萝卜，长颈鹿会把头伸进来吃红萝卜。OK。对。但是这个游园车跟你知道网络上最红的就是单独跟长颈鹿拍。照的那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跟单独的是要那个车子，对。我是一点多的啦，所以我现在先游园一下。对，然后你知道进去出来要多久？大概30分钟。哦，好，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哎。不会不会。哇，那这样子大家来就知道怎么玩的啦。快点，谁来？更远一点，我嘴巴他会吃吗？这里。哇！你要吃吗？要吃吗？要吃吗？哇！Emma， 我放下去，我放下脚，给你拍。奶奶摸起来怎么样？好吃呀！够了，那一台车来哔哔哔啊，所有的长颈鹿跟斑马都被吸引走了。我这边只剩下一只长颈鹿。